老师以及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在校生代表五甲同学。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我们都准备好了向六年级的毕业生告别，此刻我们心中的情绪相当复杂，喜的是学长姐在人生的旅途中将迈入新的旅程，悲的是理科课的旅途中停课的课许多回忆在你们脑海里吧，还记得教室里的朗朗声音吗？还记得树上小朵朵口上的小贝和快感吗？还记得走廊上的欢声笑语吗？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校园谈谈这么快乐，这么有活力。今天过后，虽然你们已经不再属于在这里，但这里却永远留有你们的身影和气息，更有你们好学不倦、彬彬有礼的典范。离别虽然叫人感伤，但也一样带来希望。你们就要离开母校的怀抱，去探索新的世界。相信文泽国小所有师长们多年来的辛勤栽培教导，必定能让你们在新的人生竞赛场发挥出最强大的力量，为你们的人生旅途绽放更璀璨的光芒。今天你们能骄傲地说，我是文泽国小的毕业生，未来文泽国小将以你们为荣。亲爱的大哥大姐，千言万语好幸福，最后献上短短的一首《相送人生》，带着他代表母校所有在校生，不要忘记此时此地此景，再见。李正、建林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我们感受到在校生同学，起立。接下来我们要，我们在校生所要献给我们毕业生的祝福歌曲。未来的这期，希望我们毕业生以后能够保持欢乐。掌声鼓励鼓励。不会自己散去，回忆和提醒我们的距离，一个人的心里带上香气，准备好对这坚定勇气，偶尔可以传一个短消息，外面的世界太多游戏不顾下机，但人要忘记可爱的自己，远远看着你搭上往回来飞的客机，放回手臂眼睛是视频，你到了哪里？
希望他们未来在我们这里留下，不要忘记还有很棒的弟妹，我们为他们加油。加油！毕业生，要站校申请，入座，请坐下。现在我们进行的是我们的毕业生致感恩词，我们开始。一、二、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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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、